在第一季的学生练琴奖励计划当中，各位同学得不得到自己心仪的礼物呢？转眼间第二季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，今天就由我来介绍一下今期的礼物啦。我为大家选购了这期好 hit 的爆旋陀螺 Baby， 然后这期又 hit 翻的 YoYo， 画宝，当然少得的 Smic 玩具啦，还有我都很喜欢的 Highlight Pen，可爱又得意的锁匙扣，还有一系列的文具。各位同学在第一季当中都有不错的表现，所以在第二季我们会增加评分的要求。各位同学一定要完成手册上面的各项任务，假如有其中一些完成不到的，我们就会在该星期的总分里面扣减相应的分数。目标希望各位同学都是精益求精，追求练琴当中的得着。现在距离第二季的结算还有一个月，各位同学继续努力练琴吧。